天明，师傅，京北首富叶百万病危，你速速下山为他医治，也只有你才能为他治疗，然后与你的未婚妻滨海集团的千金完婚。结婚？你爷爷订的婚约。我爷爷订的婚约？刘医生，我爸到底怎么样？叶老先生的生命迹象已经很薄弱，你们还是提早给他准备后事。你才准备后事呢！刘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！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。不是我不想办法，叶老先生的病情实在太复杂了，并且已经到达了后期，我实在没有办法。少给我废话，再给我仔细检查。我爸不能有事，你要是治好，我送你一家医院；要是治不好，我拿你试了。叶少爷，叶老现在目前的情况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除非华佗在世。要不然，华佗在世，华佗在世。哥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谁能救爸了。十年了，我杨天明终于回来了，我杨天明又回来啦！哎，老板，我要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我全要。好，好，坐，快点啊。好。老板，结账。老板，你总共消费了108块，你是扫码还是现金？现金。好。49，100，104。104.5毛。老板，我这回先赊着行不行？我下回我10倍，不，我100倍还给你。108块，少一毛钱不行。老板。就你就是神医杨天明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杨天明。咱们这位美女多大？流氓！不好意思啊，师傅叫我下山，就是想让我去给叶老爷子治病。美女，我听说叶家家大业大，如果我能治好叶……闭嘴！你怎么能证明你就是神医杨天明呢？你又怎么证明你能治好我爸？你爸？你是叶百万的女儿？没错，我就是叶家长女，叶静曼。哦，我不需要证明，你如果相信我呢，我就治。你要是不信我呢，那你就回去给你爸准备后事吧。放肆！你敢诅咒我爸？你动手！我就是找死！你咬人！你爸还有我诅咒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爸现在已经脸色蜡黄，眼球乌黑，瞬间一下就还剩最后一口气掉了，估计是活不过今天晚上8点喽。现在这个病，只有我能治。他怎么会这么清楚？难道他真的能救爸？还请杨医生为我爸治病。治病啊，可以，不过你得先答应一个条件，只要杨医生能治好我爸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好，非常好。杨医生，请你赶快前往叶家救人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你可不能反悔。不过在这之前，
才你才答应给你借钱，借我3块5。什么？可怜的大伯呀，可惜这上千亿的资产没法享用，提前准备后事吧。你怎么了？我爸还没死。哥，这是我找的神医杨天明，他们住的吧？就他？不是，就爸呀。这就是你找来给大伯治病的医生啊？杨天明，他是神医传人。一个毛头小子也叫神医？就这能给大伯治病？算个什么东西？叶辉，我找什么样的医生？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？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大伯的病，几十年的医生都没治，就这么一个毛头小子还能治大伯的病？他要是能治好大伯的病，我叶辉的名字倒着写。哎！你一口一个毛头小子骂谁呢？你今天吃屎了？嘴这么臭，怎么骂谁呢？我骂你怎么了？你嘴里要再不干不净的，我打了你！行了，杨医生，他是我堂哥，就这种脾气，您见谅。叶辉，把你的嘴闭上。原来是条疯狗啊！看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哪儿来的野种？也敢在我们叶家行？别以为有叶静文护着，你就可以转到天上去。你说谁野种了？有种你再说一遍，老子就说你是个野种，有本事你在叶家打我。不是我，你以为我不敢啊？你他妈真敢打我，你知道我什么身份了？信不信，他妈分分钟弄死你这个小杂种！我啊啊！杨神医，给我个面子，等会儿还要给我爸看病呢。小子，我今天就看在叶小姐面子上，放了你这只狗。你妈嚣张了，你愣着干什么？没看见他打我吗？够了，你给我闭嘴！叶小文，你带这么一个狗在叶家打我，你竟然……你再多说一句。刘医生，我爸怎么样了？你们尽快给叶老先生准备后事吧。刘医生的医术是世界顶级的，如果他说不行，那就真的没得救了。哎，我还没看呢，怎么就没救了？杨神医，还请你去给我爸看看。不行，这毛头小子哪像个医生，倒像个地痞流氓。我大哥的病，他怎么能治好呢？他要是能治好大伯的病，五叔都能上树了。对啊，静文，这小子你是在哪儿找？不会是个江湖骗子吧？已经找了几十个专家了，都看不好吧？杨神医说能治好，那就让他试试呗。难道你们都想看着我爸无医可治而死吗？倒也不行，要是不治的话，或许我大哥还能多活几日。如果让这小子一折腾，连一天都活不了了。你们要是再啰嗦，叶老可就真死了。杨医生，有劳你去给我爸看看，出了问题。小子，刚才刘医生的话你到底听清楚没有？我大哥的病你到底有几成把握？我有十成的把握。什么？十成把握？我看你是傻子吧。叶小姐，叶少爷，我判定这个人什么都不懂，对医术一窍不通。我看不懂的是你吧。叶小姐，我得先见到叶老才能给他诊断。不可能，你要是把我大哥治坏，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？好了，我都说了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刘医生，跟我来。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回事。搞得可真的是。叶老的病确实很重啊。小子，你知道你刚才说的大话有多可笑？这种病呢，对于你们这些专家名医来说，当然是很难治。但对于我来说，2个小时之内，我让叶老醒过来。说什么？2个小时你让叶老醒过来？吹牛！我问你，你用什么医术医治？那当然是中医了。中医？我西医都治不好的病，你中医能治好，简直是笑话。这要是传出去，让大家耻笑。这就是你找的好医生。我看你是想让大伯快点死。你们都治不好我爸，到底在嚷嚷什么？什么？银针？小子，你用银针给叶老治病？你是哪个医学院教你的？医学院？什么是医学院？你连医学院都不知道，还敢出来看病？我跟中医界好多太祖都是朋友，他们都没有你这么大的口气。哎呀，这，吵死了！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？你等着看结果不就行了？是你一直在吹，我看最不消停的人是你。小子，我敢跟你打赌，你要是能治好叶老的病，我给你跪下了磕100个响头，并且我把医院送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那要是治不好呢？是你一直在吹，我看最不消停的人是你。小子，我敢跟你打赌，你要是能治好叶老的病，我给你跪下了磕100个响头，并且我把医院送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
那要是治不好了，治不好了今儿就走不了，连刚才打我的那个伤你告诉我，到时候跪下来喊爹吧。那我得等着你跪下来喊叫爹。我大伯的病要是能被你治好了，那才是真幸福。这一针下去，叶老凶多吉少。苍蝇真多，叶小姐，麻烦你把这个屋里的苍蝇都赶出去，我的医术可不外传。滚出去！你给我等着，等会儿把你头给拧下来。上有九天，下有九州，人有九窍，医有九针，九针者小则无内，大则无外，恍惚无穷，留一无际，合于天道，四时之变，虚实有度，九针为妙。这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治好，大伯该不会被他给治死了？有可能，我看这小子八成是不敢出来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，这毛族小子就是个江湖骗子。叶老的病就是把全世界的中医西医专家叫到一起都无法诊断。够了，你们是不是都想让我爸死啊？叶小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叶老的病是绝症。刘医生，你不行不代表别人不行，自己没有本事的话就把嘴给我闭上，要不然我就把你的嘴给缝起来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梁医生，我爸怎么样，有没有治好啊？哎呦，没治好。看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，这毛头小子哪有那本事，江湖骗啊，你肯定是独目不轨。没事，上啊！等会儿我再找你算账。小子，没那金刚钻，就别揽瓷器活。你要是治不好我大伯，我说我没治好，又没说我治不好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你少在这给我故弄玄虚！我告诉你，今儿就是你的死期。先看看再说。你醒来，爸，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怎么活过来的？我只是给你扎了几针，暂时缓解了一下病情，但是保住了性命。如果想痊愈的话，那还得治疗一段时间。这真是谢谢你啊，小兄弟。不，不可能！叶老明明病入膏肓，手术都没办法做，扎几针怎么可能好？不，绝对不可能！这位是……哦，爸，这位是刘医生，来给您看病的。爸，你不知道，我给你找了好多专家都没有治好你，还是你这个老友的徒弟。他把你给治好了。小伙子真是年轻有为啊，年纪轻轻就有如此的医术。杨神医啊，我爸现在的病情您真有完全治愈的可能吗？那当然有可能了。那您有几成把握能够治愈啊？就一成啊？行了，我什么病我自己知道，有一成的把握就不小了，总比没有希望好。哎呀，什么一成啊，我是说一个星期之内我能让叶老彻底痊愈，不可能！还真以为你是神医啊？大伯，这小子一定是个骗子，他肯定别有用心。够了，叶辉，你先出去。这边肯定有问题。这小子，滚出去！慢着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不是应该叫我声爹再走啊？你小子别太放肆了，这里可是谢家。就是。小子，这次是叶家，别太放肆，要不然不然怎么样？你最好把欠我的东西给我。欠你东西？我欠你什么东西？医院啊！你不是说我能救醒叶老的话，就把医院给我吗？我可没说过这样的话啊！哎，没说过是吧？看来你这个医生不光医术不怎么样，脑子也不太好使啊。好，那我就帮你回忆回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。没什么呀，我就帮你回忆回忆。怎么样，现在想起来有没有欠我医院啊？你们太嚣张了，我可是。
想起来没有？去前几月，疼疼疼疼疼啊！这就对了，你说是吧？刘医生，进去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呦哎呦，走路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不就是想提醒叶大少跪下来管我叫爹的事吗？人叶大少还能忘了呀？来来来来来，叶大少，叫爹。哎，你还是按小兄弟说的做吧。那声音太小了，我听不到啊。爹，哎，这就对了嘛，乖儿子。慢走啊。刘医生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这么多医生都说他治不了，为什么被这小子给治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真是奇了怪了。我从医这么多年，这种事想都不敢想。除非这小子不是人。你们给我指什么字儿？啊，等等等等等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必须给我办了，我一定要弄死这小子。梁医生，谢谢你啊，这张卡里面有1000万。您先拿着，才1000万就把我打发了，看来你们叶家也不怎么大方嘛。当然不是，这个呢只是你前期的酬劳，等到我爸康复之后，我会给你更多的酬劳。哎，那你之前跟我说的话还算不算数吧？什么事儿？这么快就忘了？那可是你说的，只要我给你爸治好病，你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。当然可以。那你说你想要什么？能力范围之内，我一定答应。我想……哎，杨医生，这可不是开玩笑啊！你说个数吧。哎，怎么玩不起啊？哎，不是这……哎，你我就想看看这个是不是假的。再说了，我可是正人君子啊！我是有未婚妻的，那你的未婚妻还挺幸福的啊。定的娃娃亲，就是那个滨海集团的千金顾佳琪。滨海集团啊？那不是我们刚刚收购的滨海集团？被你们收购了，这那我以后岂不是要给你们打工啊？当然不是，以后呢有机会一起合作，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找我就行。哦，得嘞，走了啊。见我的未婚妻去了。喂，老板，杨天明已经下山了，刚从叶家出来。好，第二天好。杨天明那身是非同小可，3天之内必须出门，要不然金北的四大家族都将受到灭顶之灾。是，明白。哎，我干什么呢？不是，咱在外边。不是我，走走走，出去。不是我，有什么话在这儿说。你听我说、啊。你找谁？这是滨海集团吧？是滨海集团呀。你干什么呢？那不就对了吗？我来找人呢。哎，你找什么人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是上市公司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。瞧你穿着一身破烂，这里是你能进来的地方吗？哎，不是，我说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我这哪破烂了？哟。说你破烂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我们这里上班的人个个穿的都是光鲜亮丽，就你也配合他们做朋友？什么朋友啊？我来找我未婚妻啊，我老婆就在你们这上班。就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你老婆要是在这里上班，我跪下给你磕头。我说你们这儿的人怎么都爱瞧不起人啊？我懒得理你。哎，赶紧滚蛋啊，要不然小心我揍你。我说你这个保安怎么这么嚣张啊？揍我是吧、啊、来来来来来，揍我，你往这儿揍，我看你怎么。真是什么人都有啊，敢来我们滨海集团闹事儿，今天我非得打乱你的腿。干什么呢？林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这是？
怎么还要动手了呢？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乡巴佬居然说要上去调戏咱们的女员工，幸亏被我拦下来了。你别乱说啊，我说了我是来找我老婆的。你老婆是谁啊？我老婆是郭佳琪。什么？顾总？林秘书，我看这小子就是欠揍，他居然说顾总是他的老婆。你知道郭佳琪是什么人吗？我知道啊，我未婚妻啊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在滨海集团闹事儿，赶紧走，要不然我报警。滚蛋，听到没有？你做什么美梦呢？我们顾总怎么可能会有你这样的老公？你也闭嘴吧。我就想见一眼我老婆，怎么就这么难嘛？你说我们顾总是你老婆啊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这样，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你就说他老公杨天明就在楼下等他。行，我这就给顾总打电话，他要说不认识你，看他这话说。你放心，他会乖乖的请我上去。我看你啊，不是穷疯了就是穷傻了，瞧瞧你这熊样，我都懒得理你，都没资格让我生气。待会儿李秘书打完电话，拆穿你的谎言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那你就等着吧。哎，李大秘书，问怎么样了？切，还能怎么样？别说顾总是你的未婚妻，顾总要是认识你，我都叫你爹。顾总，请您上去，你跟我来吧。哎，李秘书，这是真的吗？怎么可能？有没有搞错？走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如果你们顾总认识我，就叫我爹是吧？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我要不是为了着急见我老婆，我不介意再多说一个。走吧。走。你先在这儿等我，我进去汇报一声。哎，都自家人汇什么报啊？你家人没事啊？没。顾总，这个就是杨天明，他非要闯进来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下礼拜。好的，顾总。哎，老婆，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好看。你就是杨天明？对呀、啊，我就是你未婚夫啊！我今天过来就是要选个日子，咱们什么未婚夫呀？我有说过我要嫁给你吗？咱俩是有婚约诞生的呀！你不嫁给我，你还嫁给谁呢？这个婚约呢，是我爷临终前给我定的，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。况且，你说你是杨天明。怎么证明？怎么，你还想验明正身？干嘛？哎，下个月八号就是黄道吉日，咱们适合成婚。我问你啊，你现在在哪个行业？有房吗？有车吗？几套房？几辆车呀？家里有多少存款呀？当了几家公司董事长呀？他名下有几家公司？哎，这干嘛呀？我都想好了，等我入赘你们顾家之后，我就选择躺平。人长得挺丑，想得倒挺美啊！你说你一个大男人，无业游民，你还挺骄傲呀？那怎么了？我入赘你们顾家之后，你给我随便安排个什么总经理的位置，那我就有工作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还真是好意思说出口呀！不过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今天这个婚呢，什么？还有婚？朱斌，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我从来都不敲门啊。对了，我包了一家餐厅，晚上你吃。我今天有客人，不太方便，你先回去吧。客人？就这东西，一身破破烂烂的，一看都是地摊货，赶紧滚出去吧，我跟顾总有事要商量。这是我的办公室，你说话注意。你要会说话就别学狗叫。你说谁呢？我说狗啊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谁啊？我是佳琪的未婚夫，你没看见我们两个人正在谈情说爱啊？该滚出去的是你吧？什么未婚夫？就你这种货色还是佳琪的未婚夫？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呀？赶紧找个镜子照照自己，看看自己是什么垃圾，然后找一个垃圾桶进行分类。朱斌，他真的是我的未婚夫。佳琪，这怎么可能？我追了你那么长时间，你都没有答应我，你会嫁给他？是我爷爷给我定的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婚约？你是搞笑的吧？搞笑的是你吧？说的还不够清楚，你赶紧出去，别影响我们夫妻的二人世界。佳琪，你该不会是为了那个什么狗屁婚约答应嫁给他吧？他什么货色呀，才能配得上你这种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呢？
我的私事还轮不到你插嘴。顾佳琪，只有我朱斌才能配得上你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竟然想嫁给他，可谓挺重啊！你没听见我老婆说的话呀？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？现在赶紧滚出去！我今天心情好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如果你再不走的话，那我就动手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我管你什么人，赶紧滚！我们朱家在京北，除了叶家，还没人能比得上我们。而我是堂堂朱家大公子，你敢威胁我，信不信我让你怎么死你都不知道？啊？说什么？你是说你是朱家大少，还是说你是只猪啊？你敢骂我什么？你给我等着，我马上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顾佳琪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是不是就是要选择这个小子？我也再说最后一遍，我选择谁？好，臭婊子，我等着。你说什么？有种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他臭婊子怎么了？你咬我呀！我。你敢打我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你骂我可以，但你要骂我老婆，我弄死你！还不快滚！你给我等着，我让你们谁没不管。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我，哎，佳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实在没忍住，在你办公室动手了。看不出来呀、啊，你还挺有两把刷子的。那当然了。那我要不然怎么保护你、啊、可是你可惹了大麻烦了、他们朱家在京北可是只手遮天，今天你打了他，明天就要报复他呀。没事，我这个人最不怕恶人报复了，我以后见他一回就打他一回不就行了？你可别说大话了，你是不知道他们朱家还是很厉害的。没事，有我在他就翻不了天。哎，对了，咱言归正传，就是咱们婚约的事儿怎么说？嗯，我也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个婚约呢是我爷爷定下来的，但是我爷爷已经去世很多年了，我的爸妈肯定不会让我嫁给你的。这样吧，我不表态，只要你能搞定我爸妈，我就同意嫁给你。哎，一言为定啊。嗯，当然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爸，干什么？没看到我是谈生意的吗？你看，我这被人打了，你还有心思谈生意？什么？谁打了？就被一个不知名的穷屌丝。在清北是敢打我儿子，活腻歪了！我不管，你得给我收拾他。还有，我要娶顾家的顾佳琪。今天晚上我有个家庭聚会，你要是有本事，你就搞定我爸妈。没问题啊，你放心，我肯定能搞定你爸妈。那个佳琪，现在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？开始什么？你是我未婚妻啊，我还能干什么？你想干嘛？我跟你说，这是办公室，你不要乱来啊！哦，看把你给吓的！我能干什么？家庭聚会是吧？你放心，我必到啊！哎，等等，我忘了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杨天明，你混蛋！我们顾家人难得聚在一起，今天大家都到齐了吧？爸，咱们人都到齐了，宴会开始吧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人没到。还有谁没到？杨天明。杨天明，他是谁啊？该不会是很早年前和你订过婚的杨天明吧？嗯，就是他。佳琪，爸不是跟你早都说过了？杨家人在十年前就被灭门了，虽然他们家之前是大家子，但是早都没落了。那个小子虽然幸存了，但是早已经没了杨家的光环。你怎么和他还有联系？他今天过来找我，跟我谈了婚约的事情，而且等会儿他会过来见你。胡闹，什么婚约呀、啊？你可是咱们顾家唯一的千金，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嫁的。婚约的事儿退了就行。可是什么可是？你现在就跟他联系，让他别来了。什么阿猫阿狗，都想进咱顾家的门呢？谁是阿猫阿狗啊？
你是谁啊？爸妈，他就是杨天明。哎呦，小生杨天明，拜见岳母岳母大人。你叫谁岳母呢？我跟佳琪都快完婚了，那您可不就是我未来的岳母吗？你这人说话可真有意思啊！谁让你跟我女儿结婚了？哎，我有婚书在啊，顾佳琪就是我的未婚妻。什么狗屁婚书啊！我们佳琪可是顾家的继承人，资产过亿。你是干什么的呀？你有公司吗？你有房子吗？你有多少资产呀？我是个医生，从小就跟着我师傅学医，刚刚学成下山，没什么公司，也没什么资产。那就是废物一个啊！我是个医生，我又不是废物。在我看来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这是我的婚书，我保存很多年的。你怎么说没有给撕了？我告诉你，这婚书我留。说的对，你一个废物能配得上我顾家人吗？啊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配吗？白天明，你就不该来。是，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，但我也可以什么都有啊，这取决于我想不想。小子，我们顾家不是你说大话的地方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说的对呀、啊，你以为现在是十年之前你们杨家风光的时候？就是呀、啊，婚约的事情你就不要想了。看在你爷爷的面子，趁我还没有发火，赶紧走啊！我和你去。行，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。你们给我三天时间，我一定会让你们接受我。我今天过来，主要是跟二位送礼来了。送？你这个废物！能送出来什么？我今天过来，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。我岳母大人近十年来一直受头疼病的折磨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没错又怎么样啊？我这头疼病都很多年了，你说这话，你能治好吗？我说了，我是来送礼的，我当然能治好了。你扯什么呢？我这头疼病找了多少专家名医都没治好，你难道比那些名医还牛啊？对啊，那专家名医治不好的病，我轻而易举就可以治好了。小子，你就别吹牛了，你要是真这么厉害，早都去开医院了，至于现在混成这个样子吗？这是我精心调配的中药，吃一颗我保你立即见效，吃两颗我保你痊愈。胡说什么呀？这该不是什么毒药吧？我觉得呀，肯定是这小子啊，就没安好心。你们这都什么脑袋？看你这个样子，配这点中药，100块钱都没花到吧？一共花了18块钱不到。18块钱？你送礼就送18块钱是不是？你真的要把我笑死呀、啊！李天明，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丢人了？你快走吧。放心，丢不了。还没丢人啊？我这头疼病几百万了都没治好，你这18块钱的药能治好？这是病院跑出来的吧？佳琪，你不会真的想跟这种人结婚？岳母，你把它治下去，10分钟之内药没有效果，我认你主治。哼，你让我吃我就吃啊，谁知道你那是什么东西做的？赶紧走吧，要不然我要我。老婆，你不愿意吃，那我只能喂你了。小子，哎，你他妈找死呀你！你怎么回事？我妈不想吃你这个东西，怎么强塞给她呢？哎呀，养人利于病呀！吃的到底是什么呀？不必吃药，你就自尽了。岳母，你等什么时候喊良效不就好了？小子，我老婆要有任何事，你出不了这个门。哎呀，岳父，等会儿我岳父会感谢我。天底下就有这样的人，狂妄至极。不许喊猪子大王！顾家今天聚的挺齐呀、啊。朱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呀。爸，就这小子打的我。怎么，
打架打输了，找家长过来报仇来了。在京北市的地界敢打我儿子，小子，你是有几条命啊？你这背后都是顾家给他撑的。这什么情况呀、啊？朱总，我可不认识这小子，他犯的任何错事跟我可没有任何关系。少废话，我今天来是有两件事。第一，他得跟我走，打了我儿子必须要付出代价。第二，我是来给佳琪下聘礼的。聘礼？你以为我是在和你商量吗？今天这事儿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我儿子看上的女人想跑也跑不了。彩礼我今天带来了，三天后就是完婚之日。佳琪是我未婚妻啊，要成亲那也得是我才行啊。爸，你看他多嚣张，他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啊。我说了，顾佳琪是我的未婚妻。你给我闭嘴，你也撒泡尿照照你自己。你有什么资格娶我的女儿呢？我家女儿和朱家公子才是天生的一对。朱，你别听这小子瞎胡说，别说三天，就是现在娶我女儿我们也没有任何意见。爸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喜欢朱斌。你懂什么呀？朱家是好的，那一定配不上你，能娶你是你的福分。要嫁你嫁，我不嫁。反了天了你！你顾总，我可提醒你，这事儿要是办不成，你们顾家就完了。哎呀，朱总，您放心，您回去准备婚，你们什么时候娶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嫁。不行，我自己的婚姻我自己做主，我不嫁朱斌，你们不能这么不讲道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要讲道理是吧？老子就是道理。哎呀，朱总，你大限将至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死到临头了，听不明白？小子，你敢这么跟我说？哎，朱总，你看看你啊，面色乌青，肉松皮燥，眼神暗淡，眼球散乱，一汤发黑，这是大病将至之兆啊，恐有性命之危啊！说什么？好你个杨天明，你敢诅咒我爸？我是医生，我不会错的。不出明天，你将会一病不起。小子，我纵横京北市几十年，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性子。反正信不信由你，这个病是由我能治。到时候，我要让你儿子跪下来求我给你治病。爸，赶紧动手！你马上就不知道自己死得有多惨。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哦，对了，你明天来的时候，记着跪着过来。顾佳琪，我再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。明天这个时候，这里所有的人都得到，缺一个后自负。到时候顾佳琪如果还是这个态度的话，那就不要怪我当场翻脸了。爸，这小子怎么回事？他可是打了我啊。他嘛，我今天就要带走，今天要让他尝尝惹了我儿子的滋味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凭什么从我们顾家带人？佳琪，你管他做什么？他也是我们顾家的人，他竟然敢打朱少，就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。不行，杨天明是为了维护。够了，朱总，这小子跟我们顾家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尽管带走他。而且我保证，明天你来的时候，你家佳琪绝对会欣然同意的。好，把他带走吧。不行，看今天晚上谁能带走他。你疯了！夏琪，谢谢你，让我更加坚定了，你就是我的真爱。你放心，他们动不了我分毫的。死到临头还敢答应？杨天明，识相的话就跟我出去，顾家不能见血，这样也避免了你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。哎，对对对，
你还是赶紧自己走吧，省得惹得大家都不愉快啊。岳母，你现在头还疼不疼啊？哎，头好像不疼哎，真的不疼了。这十几年的老毛病，难道真的是这小子要玩好的？什么他妈头疼不疼的？少他妈废话！你是跟我出去呢，还是让我们把你抬出去？你说的对，顾家不能见，我跟你。朱斌，你要是敢动他一下，我死都不会跟你结婚的。你就乖乖的等我回来娶你吧。至于你，你得死定。佳琪放心，不用担心我。哎哎，朱总慢走！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护着那个废物干什么？能嫁给朱家，可是我们顾家的福分呀！你闭嘴！你们这些冷血的人，难道我就只是你们利益交换的一个物品吗？我们这可不是冷血呀，在京北敢跟朱家作对，那可是自寻死路，我们惹不起啊！可是我这十多年的头疼确实不疼了，再怎么说。这小子还是有点本事啊！再有本事有什么用？朱家的手段我是听说过的，杨天明被朱家带走，八成是要废的。哎呀，这都是他的命。哎呀，不管他了，咱还是想一想明天朱家来怎么办吧。哎，佳琪，你明天可不敢这样言行行事啊！哼，我死也不会嫁给他的。快，佳琪。你想让我们顾家整个为你陪葬？为了整个顾家，现在由不得你了。走。小子，上车吧。朱斌，你想干嘛呀？呸！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打我朱斌那一刻开始，你就注定完蛋了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哪他妈那么多废话！滚上去，走。愣着干什么？把它放下来！哎妈的，聋了是吗？放人下来！哎，这，哎，你怎么？就凭这几个废物，还想动我呀？哇，少爷，他太厉害了！等五秒钟，那人就被他给制服了。废物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不都给我定性了吗？我是个废物呀！哎，我今天先放了你啊！啊？怎么？不是要报仇吗？不是要废了我吗？来啊，开始啊！我你什么你啊？怎么？你还动不动手啊？你要不动手的话，那我可就要动手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可是朱家大少爷，你要是打我的话。我爸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爸，记着，明天跪下来求我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爸可真就归西了。你放了我，下次我再也不敢了。这都是你自找的。佳琪，你要高兴起来，不要老哭丧个脸嘛。你想让我怎么高兴？我高兴得起来吗？哎呀，乖女孩。你看朱家人马上就到了，这事情的利害关系爸也给你讲清楚，你多想一想咱们顾家人，再想一想朱家的实力，朱家人让咱们活，咱们才能活下去啊。你不能因为你一个人把咱们整个顾家害了，对吧？哎呀，高高兴兴的尽快嫁给朱公子啊。
是啊，那个杨天明你就别想了，他被朱家带走，现在肯定没戏了。对，杨天明就算没死，我估计也多半废了。你们说谁被废了？哟，杨天明，你居然没事儿，这什么情况呀？让朱家人抓走，还能好端端的回来？这朱家人可不是心慈手软的主儿啊！佳琪，回来就好。这朱家真的把你放出来了？对啊，他们把我给放了。这就奇了怪了。哎，岳母，你头还疼不疼？嗯，我这个头疼肯定是我日复一日吃药吃好的。别以为你那个什么破药丸就能起作用，笑死人了。杨天明，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。让朱家人给放回来，但现在我劝你撤，他们等会儿就要来了，你别让他啊。是啊，如果让朱家人发现你在这，万一发飙，我们可顶不住啊。对，你跟我们顾家没有半点关系，我劝你趁早离开，别连累我。放心，朱家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这真是奇怪，朱总是得了一种怪病。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就得了怪病，这不每周都好好检查身体的吗？朱总这病看来应该得了很长时间了，这种病潜伏时间长，不到发病没人看得出来的。你敢诅咒我爸？哎呀，我是医生，我不会错的，不出明天你将会一病不起。嫂子，我纵横京北是几十年，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。反正信不信由你，这个病只有我能治，到时候你要让你儿子跪下来求我给你治病。这朱公子，我确实是无能为力了。再说你们找了十几个专家都轮番看过了，都束手无策，看来朱总这次是真的危险了。滚蛋！杨天明，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，昨天你也听见了，这等一会儿朱家就会过来找我女儿提亲，再被抓去暴打一顿。我昨天不是说了吗，今天朱家公子朱斌会过来跪在我面前求我。你就别扯淡了啊，朱家公子不跪在你面前。好，那如果一会儿朱家公子朱斌真的跪下来求我，而且我也可以搞定他以后再也不纠缠佳琪，那我跟佳琪的婚约是不是就可以履行了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在这说大话，你要说的你能做到，我不仅把佳琪嫁给，还反跪下叫一声爸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佳琪，那你说呢？我愿意跟你离婚。好，那咱们就说定了啊，咱们等着瞧。我就不相信朱家公子会跪下来给你磕头。如果朱家公子没有对你磕头，反而因为你连累了我，你说这个事？那我跪下来给你磕头。好，老子倒要看看多小。朱公子到。朱公子，您来了，我们大家都已经恭候多时了。是啊，朱公子，我们都准备好，我把我女儿也说服了，她答应嫁给你了，那就。请家医生为我爸爸治病。怎么，你真叫请了？忘了我昨天怎么说的？跪下来求我给你爸看病。请杨医生为我爸爸看病。你爸爸真像他说的一病不起？怎么可能，昨天不还好好的吗？杨天明，你小子到底用了什么药子？给你爸看病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从此以后不准再见我老婆顾佳琪，而且不准以任何形式骚扰顾佳琪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行，那去外面等着吧。杨天明，你小子到底用了什么妖术呀？
你就说贵没贵吧。按照刚才的说法，是不是可以考虑我跟佳琪的婚事？这可不行，肯定是你小子用什么妖术蛊惑了朱总，要不然朱总怎么可能给你留下来？你别管我有什么方法，反正事实就是他在我面前跪下了。既然我刚才答应你了，我女儿也愿意嫁给你，那你们就算是成婚了。杨医生，麻烦你快给我爸看看吧，他从今天早上到现在一直昏迷。朱斌，我前后打了你两次，你态度不应该是这么好吧？啊，我是等着你给我爸看病的，你就再打我两次也没事。不对，这不是看病的事儿，以你的性格不应该就这么妥协呀、啊？怎么，心里有鬼啊？杨医生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等我给你爸治好病，你就可以对我动手了吧？这样的话，我既给你爸治好了病，又养了我糊口，你一箭双雕啊！嗯，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杨医生，你多虑了。朱斌，你现在放个屁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跟你说，你真不是我对手。啊，杨医生，我求你，还给我爸看看吧。行，那你出去吧。可是我出去。不是，都安排好了没有？少爷，都准备好，您命令。好，不管他有没有治好我爸的病，我都让他有来无回。对了，这小子身手两得，多找几个老师。放心吧，少爷，都安排好了。杨少爷，快去吧，你妈叫你。杨医生，我爸真的行啊？快去吧。爸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好多了。杨天明呢？他在外面。不能让他跑了，先把他关起来，好好的折磨折磨他。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哎行了，朱老爷子病我也看好了，那我就走了。杨医生，请留步。怎么，我走不了啊？走得了，走不了，你我输了都不算。那我就不走了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你知道这什么吗？真了？怎么了？认识就好。老板，杨天明已经从朱家出来。今天这帮人就是废物，那就靠你了。还有两天时间，杨天明要是不完蛋，我们就都得完蛋。是，我再找合适机会干掉他。醒醒！妈的！喂，朱少爷你好，我是顾佳琪的堂哥顾佳豪。你想干嘛？我们现在是一条战线上的人，我可以帮你得到顾佳琪，教训杨斌。怎么弄？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当面聊一下。好。
佳琪，我把咱们的婚约定在下个月一号，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。真的？那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爱上我了？那我让你更爱我。怎么爱？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拿雨衣。雨衣？算了。哎！哎！哎！事情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半路杀出来这个小子，他打断了我所有的计划。本来我们顾家的产业我已经收入进来了，可半路杀出来个杨天明。最可恨的是，他当着叶家人的面把我打了一顿。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屈辱？这个仇我要是不报，我他妈就誓不为人。好好好，现在由我们朱家、顾家、叶家一起联手，我还就不信敢对那个臭屌丝了。现在还不好解决他，他现在有后台，我们必须要先铲除掉他的后台才行。你说的那个后台可是你的大哥，京北省副店。没错，他治好了我大伯的病，现在整个叶家对他都是服服帖帖，孝顺的电视。我说他怎么现在这么孝顺啊？叶城，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？既然他能治好我大伯的病，也就能治我的丧事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只需略施小计，在他给我大伯的药里做一些手脚，把我大伯。这样也这样的话，大家只会认为杨天明的药有问题，没了叶家这个靠山，这捏死杨天明不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吗？叶生，妙呀妙呀！宝贝，你觉得叶超厉害吗？叶飞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没事，我来看看大伯。大伯身体怎么样了？恢复的挺好，马上就要痊愈了。好，那就好。你还有事吗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爸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喝完药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爸，哥，快去请杨医生，快！好，好，好。爸，爸。喂，杨医生，出事了啊！杨医生，你快看看我爸，我爸他喝完药之后就突然晕倒了。对啊，这可是你配的中药。这谁给杨老金的药啊？是我啊，怎么了？这药里有毒啊！什么？这是你配的药，怎么会有毒？先别嚷嚷。现在药的中毒很深，我先试着用针把毒逼出来。什么叫试着？我爸的命是你随便试的吗？别嚷嚷，我住嘴。杨天明，我告诉你，我爸喝了你的药中的毒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他妈饶不了你。滚！哥，我们先出去好不好？让杨医生先治病行不行？我滚！我滚！
杨医生，我爸他怎么样？先别去打扰他，我已经用针把毒逼出来了，不过现在还在昏迷当中，一时半会儿还醒不了。可是我爸他严不严重啊？那肯定严重啊，本来一老就病了，现在还中了这么深的毒，原本恢复的时间至少要往后晚一个月，而且就算恢复也达不到百分之百的健康了，会有很严重的后遗症的。是吧？你干嘛呢？你有病啊？你打我干嘛？杨天明，这病是你救的，药是你配的，我爸现在喝了你配的药出了事儿，你就逃不了责任。要不是我，你爸前两天就死了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故意不让我爸痊愈，就是为了不断夺取我们叶家的好处。你还真是个奇葩，叶家怎么会有你这么一头猪啊？你敢骂我？你哟，哥，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这小子绝对有问题。杨医生，对不起啊，我哥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什么？我不这意思，我就这意思。啊啊啊啊！我说你动动脑子，好好想想。我要是不想让叶老痊愈的话，你觉得我会用下毒这么一种最容易被人发现的手段吗？反正我不管，这件事你要不跟我说清楚，我跟你没完。你猪脑子，你好了哥，我敢肯定这件事儿绝对跟杨医生没有关系。哎，还是你最聪明了，我敢打保票，叶老的药肯定被人动过手脚。不可能，这个药一直是我和我妹妹在管。你说这话，你是在怀疑我跟我妹妹是吗？那你就确定只有你和你妹妹碰过药吗？你敢确定吗？确定，杨医生，这个药是我和我哥亲手煎的，是我亲手喂给我爸喝下的。这么说的话，你跟这个猪脑子都没有可能对叶老下毒啊，那谁还有机会能碰到叶老呀？那就只有你了。哎，我好奇啊，像你这种智商你怎么活到现在的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夸你比猪聪明呢。我想起来了，除了我和我哥，今天还有一个人来过这儿。谁啊？叶慧，他今天来过，来的时候那个药就在茶几上放着。就是那个被我打过的叶慧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那这不就对上了吗？那也不可能，再怎么说我爸也是叶慧的大伯，他怎么可能对自己亲大伯下手？哎，那你说说，你来解释解释那个毒药怎么回事。我看就是你的问题，你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叶慧能干出这种事儿。我倒是觉得有可能。理由呢？他一直记恨杨医生，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把这个锅甩给杨医生来报自己被打之仇。而且他一直让咱爸给他投资公司，咱爸一直不同意，但是如果咱爸没了，受益最大的就是叶小姐。你比你哥聪明多了。那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？好，那我有办法让你们能相信。什么办法？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用管，你们只需要告诉叶慧，叶老已经病危，而且你们都已经查出来都是我的问题，然后再帮我查一下叶慧最近跟什么人在接触。好，我丑话跟你说到前头，如果查出来是叶慧干的，我给你道歉，如果是你的问题，我让你下地狱。啊，来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么有钱，多买点核桃补补脑子。杨天平，我杀了你！喂，叶小姐啊。杨医生，查到了，叶辉最近和顾家的顾家豪、朱家的朱斌走得比较近。他们三个混蛋居然混到一起去了。杨天明啊，好久不见。顾家豪，想干嘛呀？你猜呀。想跑？我看你往哪跑。看来今天要把我撂掉。算你有点自知之明，上次是你幸运让你跑了，这次我找的都是一等一等高手，我看你怎么跑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另一个也别藏着了，出来吧。杨天明，没了叶家给你当后台，你什么也不是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一个顾家，一个叶家，一个朱家，看来我惹的祸不小啊。一个叶家，一个顾家，一个朱家，看来我惹的祸不小啊。你现在才发现是不是有点晚了？你自己找死。
怪不得我们了。哎，林慧，跟我说说，想怎么处置我们？当然是把你打死，然后扔到旁边河里喂鱼呀。林慧，那我一个将死之人，你让我死得明白一点吧。叶老的药是你动的手脚吧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失去靠山的滋味，不好受吧？你们三个都有参与感，是又怎么样？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少他妈废话，我弄死他，干他！你到底什么人？哎呦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隐居深山这么多年，学的可不仅仅是医术啊！别说是你们几个，就算是再来十来个人，那也是送人抬棺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敢动我，我爸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赶紧解这脏我的手！哎，给你们听个东西，叶老的药是你动的手脚吧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失去靠山的滋味，不好受吧？小天明，这你竟然敢算计我们！就你们几个废物，还想跟我斗啊？一群废物！你他妈的，这下怎么办呀？还不是你他妈出的馊主意！几位少爷，你们好。谁啊？我是帮你们除掉杨天明的人。你想怎么帮我们呀？知道四大家族吗？四大家族，京城四大家族，就是连我大伯都怕的四大家族。叶家跟四大家族比，算个屁！你是四大家族的人，没错。你想怎么帮我们？你又为什么要帮我们？杨天明的身世你们知道，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撼动京北市甚至全省，也是唯一一个让四大家族睡不着觉的。所以我必须死。什么？那他到底是谁？我说的已经很多了，我是来帮你们除掉杨天明，但是我得向你们借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命？什么意思？好吧，让你们死个明白。刚才杨天明打你们的视频我都录下了，我现在只需要杀了你，然后把视频发出去嫁祸，这样就能证明你们三个废物活活打死。杨天明就算完蛋了，也算是帮了。我有的是钱，你放了我们，你要多少我都给你。对对对，我没有钱，我都给你。四大家族缺的是钱，今天你们三个必须死。要怪就怪杨天明吧。站好！醒醒！喂，佳琪，他们楼下有个中医馆，里面有我的手术室，你现在马上过去，调成背书模式。我要做紧急手术。哦，还有，派辆车过来，现在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喂，老板，搞定了。杨天明死了吗？那倒没有，他现在功力高。确定？三个废物死了吗？确定。确定个屁！我告诉你，现在那三个废物已经被杨天明接走治疗了。嗯？啊，终于醒了！你整整睡了三天啊！我还活着。
那不然呢？是你救的我。废话，要不是我，你早找阎王爷报道去了。他们两个人呢？你是第一个醒的。哎，跟我说说，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谁对你们下手这么狠啊？四大家族的人。四大家族？我知道，四大家族是隐藏的超级大家族，据说他们的财富是叶家的数十倍，只不过一直隐居在幕后，从未露面。那所以说呀，以后在外边做事都谨慎一点，免得你自个儿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还不是因为你。因为我。他们把你打我们的视频都录下来了，然后他们要打死我们，以此来威胁你。这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他们说你的身世非同一般，凌驾于四大家族之上，非他们要弄死。我的身世？我只知道自己是个孤儿啊，我从小就被送上山，一直跟我师父在一块儿，我能有什么身世啊？你要真想知道，可以去问问叶家叶老爷子。我听我奶奶说，他和你爷爷以前是朋友。叶家？现在事情已经败露了，顾家好多喜欢，杨天明马上就会弄清楚自己的身世，到时候我们四大家族全部都将死无葬身之地。老板，你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让杨天明活不过今天。还有，所有知道杨天明身世的人，一个不留。是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再敢出现任何差错，我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是。杨医生，您坐。杨医生啊，谢谢你的治疗，我的身体好多了。叶老，我今天过来，有一事相求。杨医生说笑了，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。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世吧？啊，看来你已经知道了。我从小就被送上山跟着我师父学医，我师父只告诉我我的亲人不在了，但他从来不肯告诉我是为什么不在的。至于我的家庭又是什么样的家庭，这些我都不知道。你师父不告诉你，肯定有他的道理啊。不管什么道理，我就想弄清楚我的身世。如果叶老您知道，您告诉我。这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您是知道的。我知道，但我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？你们杨家这事是京北市多年的秘密，它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。总之我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不能告诉我？我只是想知道真相。你不要问了。如果我告诉了你，我怕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呀。爸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杨医生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，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你就告诉他呗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我不说对谁都好。叶老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告诉我，我不怕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不怕，但是我怕呀。我怕我今天告诉了你真相，明天我就会死于非命啊。您说的是四大家族吧？我亲人的死是不是跟四大家族有关？看来你已经知道四大家族了。我劝你，事已至此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对于我来说，真相比命重要。你师父20多年前都没有告诉你真相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就是想要保护你，不想让你受到伤害。可是，够了，杨医生，今天到此为止吧。杨医生，今天到此为止吧。叶老，既然您不愿意帮我，我也不勉强您。我现在就到山上去，我当着面问我师父，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？我要把这一切弄清了。你这样只会害了你师父，也会害了你自己。既然你不愿意帮我，我的事就不要你管了。杨医生，杨医生，爸，你懂什么呀？我是不想害了他呀。可是杨医生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如果今天我把真相说出去，我们叶家整个都要完蛋。我们是京北首富，有什么事是我们怕的？京北首富算什么呀？跟四大家族比，就像蝼蚁一般。他们随时都可以把我们捏死啊。
那怎么办呢？就放着杨医生这样不管吗？今天杨天明能够到我们家，也就注定着我们叶家今后再也不会太平了，也注定了京北市今后不会安宁了呀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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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。天明，我已云游四方，不必找我，你的身世也不必深究，切记放下才能永安。我说你还真是个高人啊，坐了一天一顿饭也不吃，怎么难不成你们现在这些学医的人都修仙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不动你是因为你还有用，你最好老老实实给我待着，说不定到时候给你留个全尸。师父，叶家四大家族，我的身世，这里面必然藏着天大的秘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查清楚，一定要查清楚。喂，叶小姐。杨医生，出事了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我爸他自杀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刚从我们家离开不到一个小时，他就跳楼自杀了。这怎么回事？离开后他就说他知道的太多，自杀是为了保叶家周全。那这么说我师父？你师父怎么了？我师父不见了。不好，我师父现在一定有危险。喂，老板，杨天明的师父已经被我控制了，杨家老爷子还没等我动手就已经跳楼了。叶老头倒是还挺识我的，这样也好，现在知道杨天明身世的人也就剩下他师父了吧。是，他还有用。什么办法？杨天明一天之内必须死，他二十年前就该死了。是，老板你放心，我已经有计划，这一次杨天明必死。小姐，关于那个四大家族你了解多少？我也是小时候听我爷爷提过，据说现在京北市没人见过他们。一天时间我师父失踪了，叶老爷子跳楼自杀了，这些竟然都跟我身世有关，我有种预感这两天还要出大事。人太可怕了，现在差点杀掉家豪他们三个的神秘人，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。那你会有危险吗？危险？如果我的身世真的威胁到了四大家族，那我肯定会有危险。那怎么办？不要有危险就好了。我有危险的时候就是他们暴露的时候，他们一直很神秘没有头绪，现在只能等待他们对我动手。你疯了吗？等他们对你动手的时候你就完了。哎呀，没事，放心吧，一般人奈何不了我，况且现在我师父失踪了，生死未卜，我也得想办法找到我师父啊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你这两天先别出门。可是，哎，没什么可是的，我也已决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东西是我从小带到大的，也是我家里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这太重要了，我不能少。哎，这个吊坠我安装了定位，以便我随时找到你。这两天我怕你会有危险。我劝你赶紧把这玩意儿吃了，否则我弄死你，你信不信？行，你牛，你给我等着，你等我再弄进来一个人，
你们两个一起收尸了！赶紧给我吃！赶紧给老子吃！快点！你行，老东西。 谁啊？快递。你是谁？你就是顾佳琪。你想干什么？以后记住，不要轻易给陌生人。你。 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这，你想干嘛？我老实待着。年轻人，我劝你还是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否则你将会自取灭亡。大师的境界可真是高，杨天明的身份最近。 要不你帮他算一下，我要见你们四大家族的大掌门何天霸。我们老大是你想解决的钱，待着。这个人你知道是谁？他就是杨天明的未婚妻顾佳琪。<笑>我看你老一个人待着寂寞，特意给你安排了一个美女。混账！ 想对杨天明干什么？你们不得好死的！闭嘴！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你以为你会是天明的对手吗？有你们两个在，难不成我还怕他？哈哈哈哈，恐怕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吧？那你就等着瞧。顺便告诉他，今天必死。<笑> 林秘书，工作找到了吗？工作我都找遍了，找不到，电话也打不通。我的预料是对的，他们肯定有危险，快去报警！是。喂，杨天明，你还好？我们是时候该见一面了。终于联系我了。 我老婆是个男的，你放心，他们现在很安全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你见了我之后，自然就能知道。你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敢动我老婆和我是不义人，好不好？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你现在有自己的威胁，你公司对面的小三号都在天台，过来找我，记住，我只给你10分钟到，怕没有，你这一辈子也别想再见。 喂，喂，喂！喂，林秘书，你们有把你手机上了，快，你们快过来！杨天明，你还是来了。我老婆和我师傅呢？别着急嘛，我们的事情还没有说呢。那就直接谈条件吧。你现在还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。 我们现在的对话和视频全都有人看着，也就是说，你要敢动，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。你最好乖乖听话，按我说的做。你想要什么？直说吧。好好，不愧是杨家大少，果然是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有人要你的命。<笑>我当是什么呢？不就是一条烂命吗？给你。不过在我死之前。 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的身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四大家族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只能告诉你，你出生威胁到了一批贵族。那我的家人，是不是被四大家族灭门的？我是不是唯一的幸存者？这些事儿，恐怕你到死，我要先见到我老婆和我师父。不可能，我要的是你死。
只要你现在从这里跳下去，保证他们两个安然无恙，平平安安。你就不怕我现在就宰了你？你敢吗？你现在只要敢动我，我保证他们两个立马被弄死。四大家族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这么卖命？少跟我废话，你现在没有其他选择，你要么从这里跳下去，要么他们就只能再活两分钟。怕只是我从这儿跳下去，你也不会放了他们两个。你少他妈给我废话！你要是现在不跳，他们两个就只能再活两分钟。你去找叶景文，我拿十个亿换他两个人的命。喂，老板，搞定了，杨天明已经被除掉了。您放心，他是自己跳下去的，我保证任何人都查不到我们。就看下手是找死了。您放心吧，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，就算他是钢筋铁骨，摔得稀碎。明白。杨天明，你们全家终于在你家团聚了。该死！杨天明，怎么想不到吧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亲眼看你跳下去。难道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鬼啊？鬼，一定是鬼。没有人可以从三十楼跳下去安然无恙。蠢货，我只是跳到了下面一层而已。你脑子里在想什么我都一清二楚。你拿什么跟我斗啊？喂，小李啊，他约我去天台见面，您是要逼我跳楼的。你这样，我到时候给你发消息，你安排一个人在地上躺着，我跳的时候我有我的技巧。好，我不好。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。不可能，在我杨天明眼里就没什么不可能。既然今天落在你的手，要杀要活悉听尊便。你以为我跟你一样？回去告诉你，让他在家好好待着。等着我过去，到时候我心脏就能跟他一块儿死。今天不杀，活不过明天。哎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我做什么事让你骄傲？滚！对不起，老板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大意了。都说杨天明到现在还安然无恙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次一定想办法把他做了。给过你多少次机会？我只需要再有一个机会，我这次有把握，绝对的把握。把师傅也被他救出去了，是吗？是，都怪那小子太聪明。你知道？可是我知道我们多少东西了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站起来。不敢，求您看在我跟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您这次就放过我吧。我再说一遍，站起来。你们这点事儿你都做不好，你也知道杨天明的师傅如果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他，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我知道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
那足以使我们四大家族毁灭，没用的东西，坏了我的大事。是，我知道。这么些年，我隐藏在四大家族的后面，那是因为你让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功亏一篑。我说，你该不该死？我知道错了。机会不是随时都有的。老板，这次我一定除掉杨天明，要不我就除掉我自己。我再给你一次，这次如果你再除不掉杨天明，就自我了断吧。是。我告诉你，干不对，安排下去。再找一帮人，事态严重。我得亲自出马，我干掉豹子。师傅，现在所有的秘密都可以说了吧？也罢，这些秘密我藏了20年，本来想着带到棺材里去，现在看来。就是不说也一样不得安生。那之前您一直不肯告诉我，是为了保护我吗？没错，四大家族根本就不知道你还活着，也是最近才知道，所以他们才对你痛下杀手。那我的身世到底是怎么样的？这话要从20年前说起。四大家族为首的和田霸在军北为非作歹，秘密地干着一些地下的见不得人的生意，而且是越做越大，令那些守法的生意人无不堪言，而你爷爷多次联手相关部门准备铲除他们。然后呢？后来为了防止自己被覆灭，他一把火烧了你们杨家，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你从大火里救出来，可杨家人无一幸免了。这个和田霸犯了这么多罪，他就没付出代价吗？由于没有证据，并且这个和田霸做事一向谨慎，根本没有人知道他的长相。现在只有你有机会除掉四大家族。我？我有那个能力吗？当然，就凭你是梁家的独子，这一点就够了。这是为什么？你爷爷当年整理了四大家族所有的犯罪证据，准备交给相关部门，可惨遭他们的灭门，证据也被毁了。可你爷爷还留了一个备份，存在瑞士银行，而要拿到这份备份，必须通过 DNA 鉴定，是杨家的后人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要是把这份证据拿出来，四大家族就完了。没错。那师傅，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当时我确实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，现在想想我错了，早该告诉你啊。那个和田霸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此人善于隐藏，心狠手辣，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子，也有可能我们都见过他的真面目。什么意思？他有2个身份，一是四大家族的领头人和田霸，另一个身份是我们京北市的大企业家。可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。这个和田霸，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。喂，叶小姐。喂，杨医生，出事了。啊，发生什么事儿？我哥突然得了怪病，还请杨医生过来医治。严重吗？非常严重，现在都昏迷了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师傅，咱们拿证据的事儿得先放放，叶家少爷病重，我现在得立刻过去给叶少爷看病去。哎，这是不是有些蹊跷啊？你刚准备去拿证据，现在又出现这种事情。这两件事儿应该没什么关系吧？哎，还是看病要紧。哎，要不这样，看病的事我替你去，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师傅，您放心吧，我就看个病，那有什么危险啊？
放心吧，我去去就回来。再说了，要真有危险，我也不能让您替我去。等我回来，咱们就去拿证据啊。叶小姐，叶少爷什么情况？杨医生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哥他不行了，你快去看看。杨医生，你看看他，我哥到底怎么了？他今天出去了一趟，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。那叶少爷今天接触过什么人没有？我哥今天是出去了一趟，但是回来没多久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叶少爷经脉紊乱，气息微弱，情况不乐观。啊！杨医生，你可得救救我哥！我只有一个情况吗？杨医生，那我哥得的什么病啊？叶少爷得的不是病，是被人下的毒啊！什么？下毒？而且这次的毒，比上次叶辉给你爸下的毒狠多了，一般人根本就察觉不到，一般的医生根本查不出来是中毒。那杨医生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没事，我先把他体内的毒逼出来。哥，哥你醒了，谢谢你，杨医生。哥，你是不是想说什么？杨医生，我哥是不是想说什么？他中的毒太深了，已经伤害到了咽部，短期内没办法说话，慢慢恢复吧。谁下？太可恶了！下毒之人毕竟是叶少爷亲近之人。杨医生，你怎么这么说？你看，此毒是通过气体下毒的，而且前前后后至少经历过三次投毒，投毒之人肯定跟叶少爷经历过长时间的交流。所以我断定下毒之人一定是叶少爷熟悉亲近之人。可是杨医生，自从我爸去世之后，我哥就没有什么亲近的人啊。你爸是跳楼自杀的吗？没错，当时的尸体已经面目全非了。哥，他肯定知道下毒的人是谁，快准备纸和笔让他写出来。老板，按您的指示全都安排好了，杨天明已经中计，现在就在叶家。现在出发到叶家。是。没有人斗得过我，你爷爷斗不过，你更不行。哥，来，你写上。爸，哥，你写的爸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写的爸，那就代表下毒的人就是你爸呀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爸他都跳楼自杀了，尸体我都看到了。后面他如果真的还活着，他为什么要和我哥下毒？你刚才不也说了，你爸死的时候尸体面目全非，你怎么就能确定死的人就是你爸呀？衣服都是他的，配饰、体型都是他的，那这些一样就确定是你爸呀？做过鉴定没有？对呀，不可能！叶少爷，如果投毒的人真是你爸的话，你就再点点头。不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如果我爸活着，他为什么要给他的亲儿子下毒？杨医生，你告诉我。你哥如果中了毒的话，别的医生肯定医治不了。你给我打电话，不好，他冲着我来的。医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爸就是四大家族之首何天霸。什么意思啊，杨医生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爸就是四大家族之首何天霸。杨医生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可是我爸他和四大家族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解释。总而言之，这儿现在很危险。这是我家，杨医生，门外有几十个保镖，有什么危险的？反正我来不及跟你解释，
现在说话。哎，杨医生。你是谁？我在我家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位就是你的父亲叶老，也是四大家族的领头人何天霸。杨医生果然是非同凡人，这么快就把我们全部搞清楚了。真的是你？你骗我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自有我的考虑。妈，虎毒不食子啊！我遇到杨天明是什么人吗？如果不是我今天把他引进来，等到他把证据取出来，我们大家都得完蛋。可是你不应该对我哥下毒啊！无毒不丈夫，何况我相信杨天明的医术。这不，你哥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真是太可怕了！你太可怕了！够了，还轮不到你来数落我。我今天是来找杨天明算账的。好啊！我还想找你算账呢，我是该叫你叶老啊，还是该叫你何天霸？随你的便，我无所谓。你下去之后，你爱怎么叫你怎么叫。你以为你今天就稳赢了吗？你小子不愧为杨家的后人呐！啊，我记得当年你爷爷就是用这种语气给我说话的啊！可是后来呢，他还不是死了？一家几十口子人，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呢？这你不能怪我呀，这要怪只能怪你的爷爷，谁让他动了我的蛋糕呢？他必须死。只可惜漏了你这个漏网之鱼。你这种人早就应该下地狱的。可惜下地狱的都不是我，是你的爷爷。你下山后的所有一切都是你设计的吧？没错，可是我没有发现啊，你这么难搞，逼得我用这种方式来了解你。你以为你今天就能跑得了啊？你不要以为你有了一点本事你就会自以为是了。当年你爷爷斗过我，现在你也不可能斗过我。今天你休想活着离开这里了。爸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我也不管你做了什么事儿，可是杨医生他救过你的命，你不要难为他好不好？你懂什么呀？赶紧回房去。爸，杨医生是好人，你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呢？你懂什么？你知道什么叫好人，什么叫坏人？在我眼里没有好坏，只有利。滚！爸，你今天要是敢动他，我就撞死在你面前。你敢威胁我？你撞啊！你现在就撞！没有人敢威胁老子。你行了，叶小姐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可是今天他不会放过我的。可是没事，放心吧，小子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到什么。那既然今天我走不了了，你不妨把你做的事儿都坦白了吧。我有什么事好坦白的？哎呀，做的恶事没有一千也有九百。哦对了，你杨家就是我放的那一把火灭了你们家满门。你怎么你还想动手啊？哎呀小子呀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什么事情差不多？哎，我也别在这儿跟你废话了。只怪你生在了杨家，谁让你是杨家的后人？你怎么就这么笃定？你今天就一定能赢得了我？小子，我知道你厉害，但是我今天带来的人比你厉害十倍。是吗？你再厉害又有什么用啊？老子可要比实力重要多了。死到临头还嘴硬了。何天霸，你就没感觉到你现在头很晕吗？什么意思？
五，给我拿下。四，受死吧。三二一，何天霸，你以为只有你会用集体下毒啊？我这不都是用的你的方法吗？怎么样，自作自受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何天霸，你现在还觉得你是我的对手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报了警，你完蛋了。现在已经不需要爷爷留给我的证据了，就凭你刚才说话的录音，你就已经完蛋了。秦文，快到外面喊人，外面都是我的人，把他弄死，快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真是坏事做尽了吧？等会儿警察来，你自己跟警察交代。等警察来了，我死定了。我是你爸的，你还知道你是我爸？拜你，杨医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咱们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用集体下毒了，你我都喷了解药，所以没事。他们没有性命之忧，不过就等着受法律的严惩吧。天明，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没事吧？我没有什么事啊。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师傅，我见到何天霸。什么？你见到他了？叶家叶少爷得病，就是四大家族设的计，目的就是为了把我骗回去，好置我于死地。何天霸也出现了。你居然能从何天霸的手里逃脱？师傅，我不仅仅是逃出来，而且还把他们都一网打尽了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他们已经都被有关部门带走了。真是太好了。你没受伤吧？我没受什么伤啊。这不好好了吗？哎，你们知道何天霸是谁吗？谁呀、啊？你们还都认识。师傅，就是你的老朋友叶家叶老爷子。怎么可能？他之前不是跳楼死了吗？要怎么说他狡猾了？那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去拿证据？当然要了，我倒要看看我爷爷给我留的证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这就是你拿回来的你爷爷留下的证据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可这上边一个字都没有。我也不知道，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，只是他想制约四大家族的一个噱头吧。真没想到，一张白纸竟然让四大家族20年来睡不好觉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可笑啊。对呀、啊，不过也无所谓了，他们犯的罪证据确凿，四大家族一个人也跑不了。他们将面临最严厉的法律的制裁。佳琪，明天就结婚了，激不激动啊？你猜呢？无论未来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爱你，我会爱你一辈子，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。嗯。